凶手是花粥上的车，带着毒品过来交易的。案发现场还有第四个人。你出现在命案现场，我怀疑你跟这个命案有直接关系。你去厂里干什么去了？我杀人了。毒贩一般都喜欢在娱乐场所散货。给我生命后，再偷偷的卖红龙。趁着警察找到他之前，让他给我闭嘴。江小海身上还是有疑点，粤东人卖的红龙，有了一个重大的发现。在东铁大市场进行第二次交易，别打草惊蛇，站在制高点上监视他们，多机灵点。目标出现，彪哥让我来取货，小心！别跑！站住！